那个新东西呢，我打坐的时候，我老是这半个身子不通啊，就感觉到一点不舒服，我就想动。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这两个小时我肯定不动的，应该觉得可以，但中间就忍不住，就喜欢。你肯定半个身不通难受，如果很明显的话，你肯定是腰椎啊尾椎肯定有问题，或者你的子宫，你注意是不是有病有问题啊？我这个身上所有的淋巴结都是淋巴结，就是腹腔和这些。但我觉得你腰尾椎，对，尾椎孔这个底这个椎，你这个主要是这个神经系统的，就是其他的病人不是影响你这个。你尤其打坐的时候这块影响的比较大，尾椎跟腰椎以下这个膀胱这一块有问题，你去医院叫他们治疗一下，按摩推拿或者是针灸艾灸啊，或者是正骨都可以调理一下，调理会缓解。他整个抽着但是其他说淋巴那是另一个病，那是另一种事情，但是你这个很难受的是尾椎腰椎那块。把那块调整一下，你淋巴对你影响没那么大。那我们那个气脉要不通的话，你要是从空性走的话，在静坐的话，从空性走其实生理对你影响没那么大，因为如果是从空性无分别境界讲，你想到最后如果你的心是圆满的，你都六道都平等，那我们的气脉怎么也不是地狱道气脉吧，也不是恶鬼道气脉吧，我们好歹是人道的气脉，虽然我们的气脉没有那么恶劣，就是再差也不至于，因为心气不二，因为人类的心不是地狱的心，也不是恶鬼道的心，它就再贪跟恶鬼道的贪不一样，它再痛苦跟地狱道的痛苦还是有差别的，心跟气是不二的，所以我们的心还是人类的心气脉嘛，所以其实人类的气脉从人道走其实是修行，到最后你心如果你从空性走的话，气脉影响你不大的。像你现在个修行人，如果你要是说是考虑你身体的话，我觉得你现在就去养生，去走中西医结合的路，调理。我做过两次大手术的，我想这次不会乱修行肯定对你有帮助的嘛。你现在这个担心你的身体知道吧，担心你身体，那配合中西医药，配合医院治疗呗，因为修行打靠静坐啊，明明这心性的气脉空性的转化、它需要时间的，可能需要几年或者几年，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心性上没有彻底转化，因为你其实始终有时候是直接转不了知道吧，很多病来自于我们的执着嘛，很多那个执着转不了，吃药今天好了，对，但是大家说执着很难转哦，直接很难转是吧，那说静坐能不能转直接，能，你坐的短时间，你坐了三个小时，那大家说你们心中心要坐一千坐啊，两个半小时以前啊，那你能静多久呢？静不了，我也是静。那你就是功夫还是？那还是功夫太短，就是说不在，因为到最后就不是时间了。开始因为大家刚开始休息，可能需要盘腿啊、练练腿啊，或者，但到后期就是学功夫，就是你看做你的收获了。说你就是做两个半小时，你用多长时间真的能够指定，能够出人不在人力的思维里边折腾。就持咒嘛，那就拉出来。持咒，持咒的时候有没有昏沉，有没有专注，还是不是很散乱是吧，有口无心。昏沉的时候很少，有时候很对，就容易跑。功夫不够。都是功夫不够，就是打坐就像做到一定时候就要质量了，就不能是只要是时间了。就跟你讲的那个，我们就心念耳闻嘛，心念耳闻这个，感觉那意念不能放在一个地方，放在一个地方对这个部位就不舒服。如果你懂得你根尘是虚妄的，就是说两个你放在哪里都是放在自己那儿，或者是因为你无处不在嘛。你知道心中心法，我知道元音老人的恒河大手印啊，他是大圆满的境界，就是说。它首先空性正见是放在上边的，这个是个语言文字灌顶啊，
你知道现在他走了，他可能有弟子在给你们灌顶。你们这个心中心法是写密接修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写密有写中，那他的空性正见是放在一边。你空性正见不理解，你打了一千座就能成佛吗？可能性不大啊。那我们这个空性指导的和那个禅宗指导的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但是大圆满的空性正见跟禅宗还是有差别。禅宗直接是动物，动物是无修无证的，知道吧？所以。因为他的走出，他的入门处，就是因为禅宗直接已经无修无证了，到最后就是捅最后那一点，就是佛弟子要气喘的，所以他吃饼喝茶也能成道啊。哎，但是大圆满跟大舍，他恒河大舍约大圆满界，他是有次第的，他可以有修有证的，他是有入门处的，但禅宗是没有啊。任何一个宗派让你吃饼喝茶能开悟吗？是不是？没有这样子开悟，只有禅宗啊。禅宗进来喝茶去开悟了，吃饼去开悟了。我说吃苹果去，今天你要进来，我说吃苹果去，这就是禅宗。坐在这我们讲次第，这就不是，知道吧？啊，但是不可能，因为很多人现在达不到嘛，这个啊，达不到嘛，因为就不在定态嘛，不在状态，哎。所以你们心中心法里边有些东西。还要有空性正见指导，还有有修有证有次第，还要有灌顶啊。那个心密的是以禅为体吗？现在很多人把禅跟那个什么就是大圆满界这些都混在一起啊，要都这个也没什么，我觉得只要空性正见没错，宗派的不用讲的那么细啊，嗯，大家都是佛的直见嘛，一样的，嗯嗯，只是讲的。就说一定要按宗派走的话，有没有那么透，分得那么清晰？我觉得不需要那样子，那样反而耽搁人。说你一定要是哪一派，你一定要是哪一派啊？嗯。